那些突然聊男友时他的反应。你把眼睛闭上，我喂你喝东西，你看。快闭！来了。雪碧。这个。这可能吧。这比前两个都甜。风吹过我的头发。和男朋友一起去出差，一定要有情调，把准备好的眼罩给他戴上。宝宝，你快把眼罩戴上，快点，快点，准备好了吗？来呀、啊，准备好了。那我待会喂你吃东西，你猜它什么味道？难不？你最爱吃的橙子吗？没有难度，知道不？哈密瓜 ，so easy。干嘛？你是不是想听了？没有，我看你胡子太长，想给你剃剃胡子。你想多了吧，你快戴上。开始了啊。嗯。有没有情调？用一颗花生米聊男友。哟，还挺会玩。学了一些撩男朋友的小动作，好家伙，还整理了，可甜了。我去撩撩东哥。咱俩这波可以抓了，他们压线的啊，疼疼疼疼疼！什么？你觉不觉得你有点奇怪？不知道，我身边我旁边嘟嘴。不好意思啊，满满的正能量。早晨起来，拥抱太阳，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。这意思，我俩这事多了。他是不是有点毛病？啊，那个什么是水？水 H2O 懂不？不知道。你喝那个 water？ 不知道。你是不是沾点儿？我瞧你栽了，今儿喝水呢？啥玩意儿？你别笑。咋我跟你说不高兴了？我咋就不高兴了？你撅个大嘴是啥意思啊？是啥意思啊？跟个表情包似的。我撩你。啊，合你这么半天就为了撩我呀？撩人都不会是吧？这不就来了吗？这不就保护你的腰，不会碰到你的背。那些突然撩男友时他的反应。你要看到了吧？我撩你，你在打我，你不是在撩我吗？别搞，别搞！哎呀，投不进来那次。干嘛呀？丢了。刚刚终于过猛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还第二种。无情的暴雨被多情的砸，乌云在落。什么招？能不能好好的，慢一点，听听，慢一点，好吗？于是，为什么？干嘛？哎呀，小伙子挺屌啊！一米有多长？这么长啊！
我也不能不走了。陈子给我都不知道嫁给你干什么，欺上为零。你一切都不会给我准备。房间两张嘴，就你这张嘴会说，只有一张啊，只有一张。亲爱的，王家乐，你有钱吗？能不能借我20块钱呀、你想干嘛？我想买草莓。不是，你跟我说借。我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？你想买什么直接跟我说不就好了吗？好吧，本来想下次还你脖子上的，你算了。姐，先还再见。回到当初爱你。你想喝？你不可以用我这个吸管喝吗？你是不是嫌弃我？奶茶有两个吸管才好喝，不信你试试。这种，你知道为什么我跟你在一起之后，石头剪刀布只出剪刀吗？不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你就是我的全部。刚才给你弄的吃完了吗？啊，还有这个？什么？你说呢？啊！无情的暴雨被多情的砸，乌云在头顶会不停的下，无解的是你眼中的复杂。过来，你把耳机给我，蒙眼睛，我喂你吃东西，你猜。打游戏什么时候还有这个服务的？来，搞来，猜这是什么？西瓜。他好享受的样子，掉了一点。别浪费，好甜，好像是那个。他笑了。那些突然聊男友时他的反应。当我反撩男友。Are you okay? Are you alright? I know. What are you trying to do? Why pull me up here? Just get a kiss. Oh, you can get a kiss anytime. You don't have to pull me up here. Very sweet though. How do you like it? Okay, that's enough. Come back. One more kiss.我也想拍个聊男朋友的视频。你要干啥？你怎么接住了呢？给我。第二次尝试。场面有些许的尴尬。你要干啥？啥意思？你说你。给我上供啊你啊！你去捡。我虽然不懂你要干嘛的，大受震撼。为什么我们拍不了那很浪漫的？我就要来一个浪漫的。你瞅瞅你自己，像不像傻子？我听过。你爱不爱？你爱不爱我？下网上拍。
我，救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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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。都说爱情要慢慢来，我的那个他却又慢半拍。